小三太太，你好吗？我哥们叫米拉，我今年38岁。虽小小，我已教过间广东话，我想会教。我结咗婚，我读书到中学毕业。我从加拿大一年来，我唔敬教，我唔敬忙，我识猪肉，我唔识猪肉，但系我可以煮猪肉。我说猪感冒呼吸健康清 OK， 西三通三买双煮双烧台马台，我说煮中国双呼吸清衣清改清白袜包托包作包作炒菜。多謝大大，喺香港再見，拜拜。先生，大大你好，我要自我介紹，我的名字米拉·斯里尤利亞瓦蒂，你們可以叫我米娅。我今年38歲，我很高興認識你們。我來自印尼，我是印尼人，我信仰佛教，我不吃这猪肉。可是我会，我会可以煮猪肉。我结婚了，我有老公，我老公是农夫，我有4个小孩，1个女生，3个男生。我的身高150公分，我的体重60公斤。我高中毕业，我中职叫我来。以前我要工作在台湾8年，做家事跟照顾老人。我会工作照顾阿妈、照顾阿公，然后洗衣服、打扫房子、洗碗、扫地拖地、煮稀饭、煮饭，然后跟煮菜。我要去香港好好工作。去转间帮助家里，我很希望你可以帮忙我去回到香港去转间。自我介绍好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